看看新闻网。高晓松虽然是个歌手，但是人家更是个音乐人，所以对他来说，外形始终就不是关注的焦点。所以就算有个80后的小娇妻和可爱小女儿把他衬得更加其貌不扬，但人家还是相当淡定。终于有一天，在调侃了自己无数次爱大紧之后，高晓松觉悟了，决定减肥了，决定彻底脱离爱大紧的称号了。我最近瘦了很多，178身高，78公斤，身材标准，不准再用爱大紧骂我了。其实小松哥又何必如此介怀呢？我们还是更希望听到你的好音乐的。至于身材和长相嘛，大家也都已经习惯了，别太为难自己了。娱乐新天地，有才的男人最迷人，编辑版。